刚强坚稳 的信心。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拥有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求你能够帮助我们建立一个稳固的根基，也求你赐福于我们，当我们庆祝这个农历新年，我们也能够回想到你的伸手如何的赐福于我们。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救恩，你把称我们为你的儿女，我们能够叫你为天父。主啊，我们感恩感谢我们能够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求你帮助我们在你里面成长，当我们学习主耶稣基督的教训。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现在翻到马太福音。马太，使徒马太的这个特征呢，就是他会不断把一组一把这些经文组在一起，这些教训。一马太福音一到四，就是呢那个介绍主耶稣基督。然后马太福音五到七章，他教导什么？耶稣的教导是什么？我们就看到主耶稣基督如何的教导，这就是登山宝训。我们现在到另一部分，也要花几个星期，八到九，我们看见主耶稣他如何的去传道。那些门徒怎样学习去传道呢？这不是他们就是观察主耶稣基督，他们也感受到他们是主耶稣基督执事的一部分。主耶稣基督如何教导执传道，就是透过他的行动。有很多东西你都不能够透过读书来学习的，就好像游泳一样，你不能够读一个游泳的书，或者驾车你也不能够透过书本学习。我们要如何学习服事，学习传道呢？当然我们需要知识，我们也需要如何的去学习如何运用这个知识，透过传道，透过在我们的职分上。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这个榜样，作为上帝的仆人，上帝的独生子，跟从我，我要把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我们也要预备，透过知识理解智慧，然后你才能够做这个行动去传道。
让我们来看，小心的来看。我们要如何帮助一个人学习如何的服事，就是给他们机会去侍奉。这都是要学习的教训。The teachings of Christ are there, and the Lord Jesus embodied all that faith. 主耶稣基督的教训，就是他就是活出来他所教导的一切。People who teach may not practice what they teach you. For the Lord Jesus Christ, he embodied everything. 可是主耶稣基督呢？他深深的活出关于公义，关于如何做世上的灯，地上的盐，如何做一个别人的祝福，做那智慧的人。我们的挑战，我们要来在主耶稣基督的教导里面来看。在施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主耶稣基督下山的时候，下了山，他在山上教导。他教完过后，他就当然他就下山，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这些人跟着他，不代表他们是他的门徒。当然，那十二门徒有在那里。跟着不代表是门徒。他们以为每一个人在那里，他们也必须在那里，这样子而已。第二节，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我们是否晓得长大麻风是怎样？可是以前呢，在古时里，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他们没有这个医治的方式，他们也会被赶出他们的社会。你就 被社会隔离，然后他就和那这些一起长大麻风病的人一起居住。因为这一个病，这是多么可怕！因为你会慢慢的失去你双手的知觉，然后你的皮肤慢慢的腐烂。可是你也会能够看得出这个人，是一个大麻风病人。没有人帮助你，只有你的这个家人能够帮你。他们也必须不能够触碰摸你。这就是在这里这一段经文 的背景。所以在这里许多人都在，那大众也在，主耶稣基督也在那里。
如果有人看见他，第一，这是违法的，他们能够钉石头，把石头打用石头打你。可是这人，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诺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这一定需要，鼓起很大的勇气，才能够去这样子寻找主耶稣基督，去拜他，去求他。因为有些人他们会攻击你，会打你。我在 Coles 超市场，我有一个我的鼻子痒，然后我就打喷嚏。然后呢，就有一个女士瞪着我，然后她也向我摇头，因为你打喷嚏就是就等于这是新冠肺炎。所以你就想到这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会非常憎恨你，会责骂你，你不能够在这个公众场所里面。所以你要怎样的这样子活着。记得吗？主的这个事工已经在此。可能他就听见，主耶稣基督。无论他认识主耶稣基督什么的知识，就来找他。耶稣伸手摸他，说：“第一，耶稣做了令人惊讶的一件事。主耶稣是否能够不要摸一个人就能够医治他？”耶稣医治一个人也没有什么方案，没有一个定的方案。耶稣不用摸一个人就能够医治他，可是耶稣伸手摸了这个长大麻风的人。没有一个人要去摸这个大麻风的病人，也不要抱你，不要住你。耶稣伸手摸他，说：“这个大麻风的病人向耶稣说什么？主诺肯，必能叫我洁净了。他是否相信主耶稣基督能够帮助他？当然，只有主诺肯。这就是他的信心。所以，在So we see it in the way the leper came to Jesus.
这个信心我们看见在这一个大麻风病人他如何表达他的信心，他在大众面前拜主耶稣基督，他称耶稣为主，他向耶稣说，主若肯，你必能叫我洁净了。他深信主只要肯去做就能够做。耶稣这惊人的回应，去伸手摸他，他说他的回答也必定触动了他这个人的心。耶稣说这两句话，我肯，你洁净了吧？这就是那大麻风病人需要听到的字。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这是立刻被医治。这只能是主耶稣基督的大能才办得到。古时有很多不同的教师，耶稣只是另一个教师吗？当然不是，因为没有一个人拥有这么大的力量能力。这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教导的背后是什么？就是他的大能。这大麻，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就被医治了。耶稣在劝他说，你且不可告诉人。这是多么的重要。为什么耶稣说叫他不要告诉人？他已经立刻医治他了，为什么说你不可告诉人？如果他告诉人的话，会发生什么？这长大麻风的，整个的人，每一个人都会来去找耶稣。他的朋友认识他。现在他好了。每一个人都要医治他的人去找他。你就会导致制造这个大的问题。耶稣就会消耗他的力气去医治这每一个大麻风的人的。这是不容易的，因为这是一个人，你一叫他不要告诉人，他就会就想要告诉一个人了。然后呢，每一个人都知道。为什么？我只告诉一个人，一个人就够了。这是多么困难，可是这是他必要做的。你却不可告诉人，只要把身体给祭司查看，这就是摩西的律法，然后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这其实是在利未记里面。以前祭司也是医生，如果你有什么病，他们要查看你，
你是否能够保留在这个社会里面。如果你有这种大麻风病的，你就不能够，因为你会影响你的社会。这个洁净其实有古时也是关于生病，所以叫他洁净，就是说到让我能够修复，能够再次回到他的社会里面。耶稣就会应允了他的祈求，这些祭司就会来查看，然后就会接受你回到你的社会，然后他就能够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这就是接受他回到这个社会里面。这我们当然没有实习这样这一些律法，可是你必须想象，对这一个大麻风病人，这是多么的特别，多么的珍贵。当然，我们现在不需要隔离，可是我们得了新冠肺炎，我们自己也会做自己的本分，要5天7天，你才能够再次的得着自由。就不是即时检查，你就用这个那个去验你的那个新冠肺炎没有那双线。所以以前做即时是不容易的，你不只是即时，你还是医生。Now come back and worship the Lord. The challenge is we ask ourselves what are the vital things. 我们的挑战，我们要问自己，在这里重要的这一个教训是什么？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narrative and the epistle is great. 这是不是一个书信，这是所记载的这个福音，就好像一个故事，我们要学习什么？这是不容易的。我们要从这里学习什么？如果我们这样看，有三件事。这就是主耶稣基督如何的不断的去教导关于信心。让我们来看这个大麻风病人，长大麻风的人，当我们没有病，我们能够拥有一切，那我们就很容易把它当成理所当然，就像门徒一样，每一天都能够跟随耶稣，在他身旁，坐在他脚前。这大麻风病人的信心比他们的信心更大，因为他们第一有这个勇气，表达他的勇气来到主耶稣基督这里，不感的羞愧，他能够被人击打，被人攻击。所以很多人他们怕去与基督感同身受，因为他们怕他们的朋友、家人不接受他们。可是这个人认得出耶稣是谁，深信主耶稣基督能够帮助他，说主若肯，
必能叫我洁净了。You are wounded, and he knew that the Lord, you can help. 他知道耶稣能够帮助他。我们说到信心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保持只是头脑上的知识，我们不能够操练，不能够应用。这个人来到主脚前，说：“你若肯，就必能叫我洁净。”我们是否能够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来敬拜他？我们是否能够晓得他也能够洁净我们？我们能够来到主面前吗？说主啊，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所以主耶稣在寻找什么？就是信心。他也不是因着他的信心而被洁净。主耶稣医治是不凭着你的信心的，这是凭着主耶稣基督上帝的慈爱恩典。这众人得饱足，众人得医治，这都不关跟他们的信心没有相关。We must always compare texts with all the others. This healing is not dependent on this person's faith at all. 他的医治，这也没有跟他的信心没有关系。这只是要帮助门徒去看得见，他们要寻找什么。Right, because healing is temporary. One of these days, you still get sick, you still die. You don't become invincible. Wow, I'm healed, and then I will never. You watch yourself. Then you go down there, you catch it again. You're gonna be sick again. Right? We recover from COVID. Thank God for His grace, but still you gotta be careful because you can catch it again. Right? 我们也必须小心，因为我们可能会再得这个病。If you want to have lunch with her, okay, you wear mask, I wear mask. When you eat, I mask. After you stop, you put your mask on, I take my mask, I eat. So careful. 一个人他多么的小心，他还是得新冠肺炎五次。可是她还是埋怨她的丈夫，不断的去去到世界各地去工作，可是她没有得新冠肺炎，没有得过一次都没有。所以主耶稣上帝的这个怜悯。拥有信心是超过的超过医治，就在这个大麻风病人里面，我们看得见。门徒也必须学习的教训，耶稣如何帮助这个大麻风病人。我们以为传道是侍奉，我侍奉，我在这个只是做我们的这个职分而已。这不只是一个名册上面而已。
我们要帮助每一个侍奉的方面，帮助他们学习如何的侍奉上帝。这是关系，你与神之间的关系，你跟彼此相关的关系。我们侍奉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如此。主耶稣基督帮助这个人的时候，有很多他不需要做的，他都做了。我们要必定做的，当然。可是我们是否能够超过我们所要做的？主耶稣基督伸手摸他，就是透过他的慈爱。慈爱，这是很难栽培的，很难培养的。耶稣在这里，这么多人，从耶稣下了山，许多人跟着他，有很多人在问问题，可能他的门徒在那里，有这么多人要帮助。他却看得见这一个马蜂长大马蜂的人，你能够不理会他，可是耶稣聆听这一个大马蜂病人说的话。在福音里面有一个瞎眼的人，在哭向主耶稣基督哭求，很多人都叫他安静，可是耶稣叫他们停止，然后就去医治了这个盲人。耶稣以慈爱待这些病人，这是透过他，他也敏感的去满足他的需求，花了这个时间去了解他的话所的要求，然后去回答。主诺肯，你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就说，我肯，这就能够去巩固他的信心。这是多么的困难去练习。为什么我们去这一个老人养老院？我上个星期就去旅游，今天又要去去另一趟旅游，可是呢，还是去了这个 Hilltop 养老院。为什么？因为我们眷顾他们。不只是一个星期、两个星期而已。我们说再见，可能真的是最后一次，因为他们年纪这么老，也不知道他们的时间多久。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有多少时间去能够向他们传福音。这也不只是一个查经班而已。我向他们的爱。第二，敏感，对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的需求，他们的需要。不然的话，你可能你说错话，
你可能会得罪他们，这是可能的。他们已经感到这么的沮丧，他们 的感受是多么的敏感，这是我们必须学习的。慈爱还有这个敏感，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这一个完美的榜样。你们是否听过这个人？他是一个医生，叫Paul Brand， 他在印度的工作的施工。他已经过世了，不久前过世，去世。他是他的父母也是传道。他长大过后就在英国读医学，就在那里娶了他的老婆。可是他做了医生过后又回去印度，去到这个地方，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就坐在外面？然后这一个人就说，这一些人他们是长大麻风，你不能够帮助他们，不要管他们，他们只是求你给他们一点东西。然后呢，他就是这个发明这个接你的筋。Your legs, the tendon, no sensation. He hired me this particular surgeon. Now, when he retired, he went back to the UK. He became a professor. 你的这个神经那里去让你得到再次有这个感受 的医生。对我来说他是多么的成功，可是他为他们这样做，这是更加的突出。我们不像主耶稣基督，我们不能够医治一个人，可是我们能够帮助，这是我们能够做的。我们能够触动别人的心，我们能够做我们的本分，去帮助一个人。我们只需要跟随主耶稣。对我来说，这个医生虽然不像他的父亲传福音做一个传道，可是他透过他的医学帮助别人这样子传道。有很多医生都非常不喜欢他，因为他把这些大麻风病人来带回来这个医院，他做什么？他就住这一个房间，这个也有人去支持他。然后他就开了一个为大麻风病人的医院。
在伯大尼堂，他们也有这个。特殊需求的。Why? Because the kid can run and smack his head on the wall. And everyone who is there, there's got a few doctors who are there. There's a few kids who are there. There's a few kids who are there. There's a few kids who are there.上帝去侍奉，他说我第一次，去侍奉在那里的时候，有一个，小孩去，用头打他，然后他就需要去，厕所哭了一会，才会到那里去。爱他，他们也是花伯达尼堂花了50年才有这个施工。我们是否能够看见别人的需要？去培养这个爱心。我们要这样子去挑战自己，去触动别人的生命，别人的心。这是上帝所做的工作，透过他的子民。这就是我们的挑战。慈爱敏感，所以我们这一年，我自己，我为教会需要怎样的成长？就是透过这一个侍奉不同的方面，不只是侍奉而已，你在这一组里面。然后我们触动彼此的心，然后你的生命，你的施工就会变得另一层次。我已经开始了，二月我又要开始我们的这个少年团。Right, this year, add one more ministry. More. It looks like it began last year, it's come on to this year. There's ministry to people getting married. 还有，这一个婚姻的这个施工，帮助他们好好的学上帝的话语，以自己独自。还有，然后呢，你这个情侣，然后呢，一个家庭的工作，我们不能够医治人，只有上帝能够。可是我们能够帮助我们身边的人，让我们来思考，来祷告。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榜样，我们能够看见这个多么明显的这个大能，他能够，我们没有这样子的这个能力，可是我们还是看得见这个多么伟大的这个慈爱的心，帮助我们能够去眷顾彼此，帮助他们晓得他们有这个爱他们的上帝，想要修复他们的上帝。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全心全意的去相信，我们也能够去做我们的本分，
能够成为这工作的一部分。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